利亚这一波的难民潮累积了两年多，到现在这两天呢，又看到了一旦已经呢不堪负荷了啦，开始呢有一点要严格的阻挡，可是呢又是引起了不满呐。本来呢是爱心的容纳，可是呢已经不堪负荷，在挡着挡着也起了冲突，这种的苦上加苦啊，会这样的不安，那就是心态哦。所以我们能在这样的每一天的平安呐、啊，每一天的能满每一个人所生活的这样的心意，能不说感恩吗？小学、中学，天天呢很顺利的上学，而且呢老师的爱的教育啊。那么我们医学系、大学呢，能尽心意啊，这种的花心立业，想要当医师，就是呢为了要济世。帮助苦难人，有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医学生啊，有这么好的环境啊，又想到了十多年前呐、啊，我们到阿富汗去救灾，看到他们的医学院的环境，看师贤在那里嘛，哈、哦，那这都是因为医行医就是最高的学佛，医啊拢无讲。还有呢，囡仔十几岁都要背起枪杆来，要保卫他们的国家。真的，这个情吼比囡仔还大哈。这都是呢，慈济人呐、啊，走遍了全球，看到了全球的那种的生态吼、哦，真是很令人感叹呐、啊。看他们的医院里啊。药架里呢也是空空如啊，可见呢生活在那样的国度，人祸不断，天灾不断，那样的环境呢，想一想，我们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能不感恩吗？能不虔诚的这种的哦，天天的把心理调好，用感恩心来面对每一个时间，把握了我们现在的环境啊。看到了陈婷，她在高中的时候看到了《大爱的孩子》这样的节目啊，她被这样的人间实在的故事呢所感动啊。那个时候他是躺着看电视，看到了这样，他马上赶快坐正来，自己思考，人家这样的孩子都可以呢为人世间付出，我这样说这么好的教育，我这样的健康的身体，我为什么会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呢？我能做什么？我们佛教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哈，要众善奉行，凡是好事啊，他一定要做，而且呢，自尽其意，时时要对自己的心灵要时刻的反省，有一念的不规则、方向的偏差，或者是起心动念的，他马上呢就自我反省、消除掉。这样不正确的观念，他还要呢不断的自我鞭策，他非常的积极，不认识的他一定呢会跟他说慈济，同时呢会接引他呢走入了慈济的行列，同时呢要带动他来呵护大地。那年轻人的要如何生活正确观念，所以他呢度化了很多的这种活泼啊，而且呢充满了善念哦，那天天都要度人，
天天呢都要去影响人呢，从好事哈、哦，那所以他带来了这么多的年轻人呐、啊，做环保哈、哦，也看到了高雄医学大学的孩子呢，他们也走进了高雄的习舍环保站。他们开始接近瓷器了，他们开始呢，不只是要充实爱心，能将来当一个大医王啊，还要呢呵护大地的健康哦。这么多的年轻人呐、啊，都这样的站起来了，方向呢是那样的正确呀、啊。这都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！各位年轻的菩萨，我们真正的好事不是做不起，只要人人呢花心立业，我们人生啊，哪一个人不是生下来都是天地人间的供应给我们的生活吗？我天天都是这样想，我每一天的。吃饭滴油片菜我都不敢让它有浪费呢，因为呢我感恩啊天地之间呢有这样的风调雨顺，给了我们大地丰富的五谷杂粮，还要经过了工业商业，然后呢才能呢把这一些很丰富的我们的生活应用到我们的身上，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，能不感恩吗？你要感恩他，你要爱惜他，你要呵护他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日常生活都要懂得惜福，懂得造福，这种的在看到人间疾苦了以后呢，更是要知福惜福，要更造福啊！人人都有同样这样的心态啦，哪会有人间的祸乱呢？这个人祸都是来自于人心的不规则啊，所以累积来呢。变成了呢现在的世界那样的动荡，一动荡呢国家经济呢一定会受影响，国家经济受影响呢能那么的富有的享受吗？总而言之呢，一切的生态都是息息相关啊，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啊，我们要宏观一点哦，不要只是把每天的想法只是呢，那这个缩小到哈自己的哈啊自己的感觉，自己的生活啊，要如何呢去享受啊？那享受不到呢，就会起烦恼哈。那劳动一点呢，都会起厌恶的心哈，这都是很辛苦哎。天天开心的付出，看到别人的欢喜，就是我们欢喜的时候。看这一群皆有经过了年轻人呢，这样的付出，他们快乐起来。其实我就是一直很想要种一个善的种子在他们的心里面。就美东赈灾的时候，就有跟街友募款，给他们看一些那个美国现在受灾难的影片，然后就看到当场大家就跟着流泪。那时候大家就开始把身上的铜板哦一块两块拿出来，人生到底什么是有意义的地方？是你要在工作上很有成就叫做有意义吗？还是你要赚很多钱有个房子？可是对我来说，我会觉得当你在给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也会给你一个回馈，然后那回馈才是最有价值的。施舍法，布施就是付出，付出无所求啊。可要知道多么清安自在啊，你付出的都爱于说好话，很多人都是我们的典范啊。所以啊，
再多说好话，多祝福人，那还要呢力行。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利益众生，社会才能祥和，我们的生活才能平安呐、啊。更重要的，就是同事间呐、啊，彼此赞叹，互相互助哈、哦。那这样的同事、同学也是一样哦。老师的同事度啊，同学的同学度哦，我们彼此之间呐、啊，互相的互助，这都是佛法中所教义的。